非常勤劳，这个精神影响到我了。是我爸是以身教来教育我们的。历经爸爸胃癌往生的无常，赵正雄重新思索人生。我是看大爱台是被感动进来的。听闻上人佛法，深耕社区，岁末祝福，连续三年入法海。入金藏会真的非常好，你可以比较好摄受。许淑辉年年投入，唯独去年住院告假，洗肾二十多年，去年手部烫伤感染，导致蜂窝性组织炎。我自己好像末梢神经有比较迟钝，烫伤我不知道，就烂掉了。对，所以去，即使容易疲惫，把握因缘法海演绎，彰化岁末祝福，志工用心，道气坚定。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那样的菩萨成佛的心，人人都可以行菩萨道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上人祈勉人间菩萨大招生，做利益众生的有福之人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李月维、张永彤彰化报道。